立法會大會因應疫情取消今日星期三舉行的會議。立法會秘書處去信全體議員，話有專家指出，本港正係處於疫情爆發以嚟風險最高的階段。主席梁君彦同議員商討之後，決定取消原定在星期三舉行的立法會會議，原定要處理的事項順延處理。另外，原定在同日舉行的公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亦都取消。